中秋节抢工送礼的商机，高雄市农业局举办高雄首选市集，现场呢有应景的西施柚、烤肉使用的香肠，还有蜂蜜果干，要把在地好物推荐给消费者。各项精美农特产品吸引路过民众停下脚步。高雄市农业局举办高雄首选市集，邀请农会农民联合展售，民众在这边可以一次买到产地直送的中秋伴手礼。因为中秋节要到嘛，中秋节要到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农业局哈也真用心哈，面对咱整个高雄市哈这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伴手礼这农产品哈，借助于汉神哈这个场地哈，希望来提供给我们一些消费者，会当吼买到咱高雄市吼同介好的这个伴手礼，而且农产品哈。高雄首选电商平台协助在地农民线上推广优质农产品，这次转为线下实体活动，现场除了有应景的西施柚，果大味美，常常预购就秒杀，还有多项在地好物，像西施柚，还有咱的一盒包香肠啦，哈，还有咱哈芝麻哈。一个芝麻油行哦，伊提炼出来只芝麻酱啦吼，啊，佮有咱的芭乐吼，啊，有咱的一般的咱的加一个六谷加鲜的这青梅啦吼，等等很多啦吼，都在这里都可以一次吼来购买得到。这一次高雄首选市集的摊商一共有十个品牌，好买又好逛，让民众中秋节除了月饼，也多了优质农特产品这个新选择。记者曾报道。